嗱咁啊，今日咧就揾到阿魏振啊，即系嘅好朋友啦，周显亦都系即系我哋 H Reporter 其中一个朋友啦，咁啊，即系经常都会上嚟帮我哋写专栏啊，或者上嚟节目度即系讲下个市啦。但系今日咧就唔系讲市噶，系讲佢一位好朋友魏振啊，即系咁啊，魏振呢单同周慧敏分手呢单嘢啦，即系话最新嘅消息就系、是。佢哋喺11号嘅6点钟就出咗个声明，两个人都分别出咗个声明，就话分手啦。周显，不如你介绍下你点样系识魏振嘅先，即系个关系啊，你哋点样识？系同学嚟，中学嘅同学。系咁啊，咁多年嚟都有联络嘅，但最近少咗。有联络咯，就好，其实好少联络嘅、嗯，但系问题我哋系一路都好感情嘅。呢层我都知吓，系好好感情嘅，咁所以即系咁讲啦。但系问题我亦都唔系因为好少见，我亦都唔系因为有啲咩感情上嘅因素而到同佢讲好话。但系我觉得佢的确系一个，如果系能够做到佢而家嘅做。而家咁樣樣嘅嘢，咁我亦都唔係佢做，覺得佢係特別做錯咯。即係一定有條件，又靚仔，又識講嘢，係咁自然有女仔中意噶啦。你一鬧佢，啲人就鬧佢；喺網上睇人鬧佢，覺得好痛心。喂，你試下你自己相同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你有咁嘅條件，即係作為個男人，嗱，作為女人你可以鬧佢，因為咧呢一個女人嘅諗法同男人諗法係唔同嘅。係即係如果作為一個女人。咁你话佢喂有冇搞错啊？咁样咁你可以，但一个男人你首先要问自己一句，如果你好似佢咁嘅条件，你会唔会会唔会做出相同嘅事情出嚟先？你会唔会比佢做得好先？我觉得嗱我自己嚟，我以我自己为例啦，我一定会锁佢咯，即系我一定会做出嚟嘅嘢，做出嚟嘅嘢系衰佢十倍咯。我觉得即系如果我好似有咁样嘅条件，系咪先？你可唔可以讲下你对于件事嘅睇法？咁魏振系我一个好朋友，咁、我哋近日好少见，但系咧就一路都系佢都系最好嗰种嘅朋友嚟嘅，咁但系我唔会为咗朋友嘅嘢而去讲系咪即系偏帮或者嗰啲系唔会嘅、但我觉得一个男人可能唔系因为系咪中年嘅问题，佢对。后生女又即系对于靓女有兴趣，好系好正常嘅事啫。咁我觉得即系佢做咗一样嘢出嚟，嗰样嘢系我认为即系所有男人或者所有无论男女女都应该系好佩服嘅，就系、是、即系人哋嗰个女朋友系可以发生啲咁嘅事之后咁撑佢，即系证明佢系有其他男人做唔到嘅地方。我唔明点解人哋咁样样去攻击佢，即系佢系真系嗰样嘢，佢发生咗一样嘢，人哋都系咁支持佢嘅。咁人哋佢个女朋友都咁支持佢嘅时候，咁你哋仲讲咩嘢啫？啲人，我唔明有咩嘢，我唔明有乜嘢嘢嘅说话系可以批评佢嘅。又或者我做多样嘢冇人做到嘅，我觉得。咁但系调转讲咧，即系作为一个有嗱未去到有家室啦，但系一个好长久嘅关系嘅女朋友，自己又系公众人物，咁你觉得喺公众场所俾人影到或者做嗰啲咁嘅嘢，咁啊又真系好难落台嘅，即系好难去搣得甩嘅呢一样嘢。系唔小心我只能咁，但系你即系你自己就不含，即系虽然你有不含感情啦，你纯粹讲 fact 啦。我对佢，我对所有人都不含感情，所以魏振系好过我嘅个为人。你听魏振个为人咧，就系、是、咧，如果你叫佢帮你手嘅话咧，佢咧就佢如果佢当你系朋友嘅话咧，佢系绝对含感情。你叫佢同你嗌交，佢明知你错，佢都会撑佢嘅。而我就讲明知你错，唔会撑你嘅。你觉得纯粹喺件事度，你作为朋友啦，你又不含任何感情去讲，你觉得系啱定系错先？即系佢做咗呢件事，佢系啱定错啊？吓，你只系话所有男人唔能够做，即系唔能够抗拒一件咁嘅事啫，或者佢喂又靓仔又识讲嘢。喂，好多女仔扑过嚟噶啦，系咁你有乜办法啫？系咪先？咁你好唔礼貌噶嘛？我觉得个条仔都咁话，嗱，如果嗰样嘢你100个人之中，系借得佢一个会做嘅啫，咁我就或者借得5个人会做嘅啫，咁佢就系一个衰人咯，系咪先？但系如果100个人啊，有80个人会做嘅，咁佢唔系衰人，你做唔到咁嘅机会啫。但系我有样嘢想问啦，咁你之后往后你都系即系呢件事发生之后，你都冇揾过佢哦？之前都冇揾过啦，你好耐冇见啦。即系一段时间冇揾佢。
系啊，咁你唔系好知佢啲感情状况噶？因为有本周刊咧，今日咧就话，即系应该12号啦，应该话就话佢喺结婚之前，即系有冇漏过口风？佢会结婚嘅先之前，我唔知道啊，好多嘢我都系睇，我好多嘢都系睇杂志翻嚟话。好多嘢都係睇雜誌問題嘅，但我哋就好好感情嘅。總言之咧，我哋嘅感情就點樣咧？就係、是、咧，我冇錢問佢借錢，佢都隨時借俾我嘅。咁於是乎咁啊，好感情啦。呢啲用最基仲係最客觀嘅，最客啱喎呢個。係咪先？有咩緊要個錢啊？有咩嘢係咪先？有咩嘢客觀嘅？喂喂，冇錢啊，雜誌都人使啊，咁佢都絕對冇問題嘅。咁即係咁樣已經係代表我哋嘅感情情比金堅啦。真係比金堅喎、啊，呢、這個係啦，即係同金一樣咁堅啊。係喎，呢個真係喎。咁但係喂，我想問你一樣嘢啦。咁雖然你話冇聯絡乜滯啫，咁但係譬如佢翻咗嚟香港咗一段時間啦。雜誌咧就話佢，我即係尤其我啱啱睇緊呢一本啦，即係比較新呢一本咧，就話喂唔係㗎，佢成日都去即係蘭桂坊或者邊度嘅私鬥蒲㗎，咁以你所知又係咪咧去溝女？我冇同佢蒲過。佢有冇提過啊？佢唔會同我提嘅，佢嘅哎呀咁講，係真係一個好注重 privacy 嘅，佢嘅私人生活我係唔會去問佢嘅，因為如果我問佢，其實佢應該唔會介意講，但係佢介意我講俾人哋聽，咁我寧願唔問咧就安全啲，即係就會佢唔會覺得我會講俾人哋聽，所以佢嘅私人生活咧我就唔問佢嘅。但係上次我見佢咧，我係約佢去蒲，但係因為我約有一堆人，有一個朋友嘅男仔蔡生係同佢曾經差啲有一啲合作。系啦，咁我话喂你佢咧就佢都唱 K， 你一齐过嚟啦。咁大概半年前到，咁啊过嚟嘅，吓咁啊过嚟嘅，都系倾偈嘅啫，嗰啲系啊，都系倾下偈吹下水嘅啫。咁我哋都冇乜特别，有仲早走嘅，其实系早走嘅。咁佢哋继续倾，咁但系情况就我再次见佢就系我同阿哥同佢一齐食饭，咁我哋熟到咩添？因为我唔知道佢平时实际上系即系点样样去面對嗰啲狂風浪蝶咯，咁但係咁作為名人，佢都會有一定嘅檢點程度嘅，應該就斷估啊嚇咁應該一定檢點程度嘅，應該係咯，即係你話佢，即係佢唔係呢咁講，佢絕對就算佢完全冇女朋友嘅時候，係即係完全單身嘅時候，佢有冇試過啊？佢完全係嚇，佢有冇試過啊？有，佢有啦，我識過好多。佢都係空白期㗎，係嘛？有空白期，佢同阿周慧敏行埋一齊之前咪空白咯。即係講李嘉欣行埋一齊咪空白咯。講都冇人信喎，這個真係奇怪喎。嗰陣時佢都係花樣年華嚟嘅喎，可以話係玉樹臨風嗰只嚟嘅喎。系啊，竟然系空白嘅，系佢有空白期嘅。咁但系譬如即系就算系咩咧，即系佢唔会无端端咁样样去周围沟女嘅。好啦，咁你对于佢两个人分咗手啦，即系某程度上佢两个已经系即系出咗声明啊，分咗手啦。咁你作为朋友，你觉得点咧？我作为朋友，佢讲佢做乜嘢我都话好噶啦。你都撑佢。佢作为朋友，梗系做咩都撑我啦。我谂即系。嗱，即係如果我發生咗任何事，我發生咗任何事，佢我喂嗱，咁佢最多屌一大輪嘅啫，啊，粗口咁講得最多，啊，屌完之後都撐噶啦，係咪先？咁冇理由呢樣嘢有來有往啊！但係即係如果我平心而論，我有個朋友，嗱，我朋友家姐你啊，你唔好講去到咩嘢。你唔好讲去到而家佢只系啲我话小事啊，大家都觉得 OK。佢只系啊，就算真系有事，去搵俾老婆捉到，做老婆添，搵俾老婆捉到，然之后俾佢搵俾老婆捉到，然之后个老婆要同佢分手，你撑唔撑个 friend 啊？你咪一样撑系咪先？系咪先？系咪先？那个朋友唔系杀人放火啊嘛？